因为这边的海风很大，你看越靠海边的树，你没看到它的树叶好像都是一片一片的，其实它是应该立起来，就变成被海吹的一片一片的。像右手边这个好像跟它剃头刀一样，好像一片一片一片，哎，长不高，因为但是呢，它也挣扎了很久，都是百年大树。这边的房子你可以从几十万美金、上百万美金，一直看到上面去，啊，上千万美金的。那我们要走的呢，这一条我们是司机是特别让我们这样子走一段，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17英里路。